很高兴赵博士邀请参加这个品牌大会，维拜斯维品牌大会。赵博士这个维拜斯，我看了他很多资料，他这是从九个维度来解答这个品牌这个认证的，是非常科学的，是从各方面来认证着品牌是最公正的一个科学方法。品牌大会，世界品牌大会是世界企业更加诚信、更加优秀、更加规范的一个行为标准。我觉得这个会非常有意义。这次来是中美非共同来召集这个会议，我觉得刘博士思想非常超前，我们一带一路就要走出去的产品就要有品牌、有品味、有中国品牌、有世界品牌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。世界在发展，我们所有的信息也是更加灵通，所以考察的一个企业是不是用金钱来买的，是用自己的诚信、自己的口碑、自己的产品质量和自己的技术来认证这些品牌。我觉得这个从这几个维度上来考察品牌是绝对科学的。世界在变，我们要注重品牌，注重自己的形象、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、国家形象，这都是品牌需要告诉人们，你的产品、你的国家、你的形象、你个人的一个标准，我觉得值得推广。谢谢。